干嘛啦？干嘛？睡觉前的乱。好像有点开始不乖了。睡觉前有点小崩溃了。有没有乖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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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，我们收起来就说念念好了。现在才五分。你当我是觉得他是不想睡觉，在闹。应该是有点想睡觉。不是啊，妈妈。你不是想睡觉、啊？你不是想睡觉，你是干嘛？那爸爸，你把它放回去嘞。把它放回去啦，好不好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。我看你是想睡觉。